哦，还会自己滑呢。这热天来，真正是热死啊！这么好的地方也不规划个停车场，咻！咦，那个是圆山大饭店，那个房子。这边是一个可以野餐的地方。哦，这里怎么有很多这个石头？穿越石头镇，咻！像飞机一样，好，石头上面都隐约的鸟大便。Go， 穿越石头。那个轮轴好像应该上润滑油了，那个轮子啊，要上润滑油了，奇奇怪怪。哇，你看上面很多货车哎，那个桥上面。